伊时阵啊，拄好咧拜天公迄天，我特别甲天公，我暗时啊做一个梦，我梦见我天公讲，讲天公啊，你嘛保庇讲，阮这个节目我突破二的收视率。哦，结果天公无伫个，吕公伫个。吕公讲要突破收视率二，干那一个关，还有一点仔惩罚，我爬起头毛就变安尼啊。我这个邓伟就恶心了。贺大哥你好，哎，嘉贵你好。跟主人的歌迷，你看嘛，本来坐伫遮拢一挂七八十岁，乌里山乌巴桑，知影今日你要来一挂少年嘛，偏来你讲咩啊？安尼哦，哇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江惠歌迷闹分三面，贵宾啊，较大人去，不分国度的乌人、白人，什么人种、什么种人拢有外国。乌人哦，有啊，哦，偌济班子在偌介哩。听就是安尼啦，甲你恭喜呢，甲你恭喜哦。安那讲，天王之章风中的垃圾突破220,000啊！你哎呀，真歹势呢，然后免歹势的应该呢。220,000。是啊，因为即马即个时代吼，即就变哪讲白牌也足多，哦，盗版很多。系啊，所以我定咧人讲吼，人客啊，唔好买白牌啊。但即届吼，观众朋友大家拢有听到，大家拢买正版的。哎呦，所以讲唔只有发到同我未到遮尼好。二十二万，感谢感谢。盗版的还是44万。真的？真是啊。以一般来想说，盗版要乘以四一对的，20万张盗版，一定是88万张以上。哎呦，你看嘛样嘞？不过咱就是歌好听，才有人要盗版。对，你是杨凡的歌，第一第唱名，佮想要第什么？一个城市猎人，一个拢总大概拢总卖7万几台，盗版的3万几台呢？你讲的什么戏啊？不头位？你的妈妈请你唔当听，佮恁母阿在卖啊？我母阿要15万台啊！互相捧场嘛，你讲话呢？但是我卖7万几台，我卖9万几台。嘛袂歹。什么叫袂歹？10几台卖9万几台叫袂歹？拢总倒倒起来了。对啊，还无良心讲那些死人。好啦，听下子呢，下当请江辉来也无简单。有影呢，偌早以前偌济网上的一些朋友就是讲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江辉？为什么没有江辉？为什么没有江辉？都这样子呢？对啊，那我就是怎么回答？哎，恁的直播我等下来看嘞。搞有影。对啊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啊。我听你的宣传的公公江辉经常看我们的钻石点唱就接接播。哦。可是，一直迟迟都等不到你的踪影啊！不是啦，阿罗吼，你知影出片的时候，拢会较无闲啊。对啦，将会日理万机，对不对？你又来做总统啊？不是，代志太无闲了，我丢啦。对啦，啊，因为最近哦，这因为宣传的关系吼，这一笔感冒吼，延续很长。感冒拢安尼，系啊，我鼻炎够过敏。哎呦！所以你听我讲话，就我鼻炎，鼻炎。但是不要紧，听无，咱家在是鼻炎过敏。贺大哥，特工的贵宾，我是那贵贵宾的，刚刚是贵宾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贺大哥皮肤还不错。对啊，我问一下，人伊贵宾是贵宾的好听，是他的感冒声音，我们听就好听。哎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，你别讲什么杨小平鼻音嘛，对吧？弄呗啊。但是我觉得杨姐她蛮有特色的。哦，对啊，别人感冒是没弄好啦。其实真正搞唱歌吼，伊其实伊感冒时阵，伊咧唱歌虽然伊个人的感觉会差一点嘛，但是咱一般。但是说有沧桑感。啊对哦，对不对？沧桑，有沧桑感。对啦，对啦，沧桑。今日来上咱的节目哦，其实前落听讲讲有歌迷给你建议，讲这节目蛮适来上哟。系啊，我一个歌迷叫阿勇，阿勇啊，少年囡仔，迄差不多，阿勇也是国高中。高中哦，哎呦，讲，系啊，伊是讲，伊是恁，大礼拜拢，逐工咧，咁啊看咧，安尼哦，所以我就订个公司讲重播，唔当再连接，我嘛才播两工个咧，逐工咧看，是是，阿勇个咱提起，这个节目，江蕙姐也可以来上嘛，对不对？系啊，所以你袂了解，阿勇啊是阮派去的间谍，那是阮好些同学，是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期待江蕙能够来上我们节目，刚好也很高兴这个难得来上节目。对，所以江蕙又跟贺大哥啊，跟杨凡，我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就谢给他。从一起叫江淑慧到现在啊，你看差不多有10几年了啊。嗯哼。当初他是一个那种看起来那楚楚可怜的黄毛丫头，对对。现在亭亭玉立的一些黑毛姑娘，你干嘛？那个染发剂还不错，不错不错。其实江蕙一直会保持屹立不摇，其实他自己的转型也非常的成功。人家肯学肯上进啊，对对对，他跟时代连接得上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包括你也刮起心嘛。歌路有小可有改变啦吼，小可啦。啊，那较早是用吹唱，即摆用鼻仔唱的。不是啦，较早咧唱哦，可能较沧桑一点嘛。啊，即摆有改变一段歌路，所以伊跟的时代感跟得非常的紧。包括那个江蕙的穿着打扮，哎呦，身材好，丢，人家三七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三七？上面三分，下面七分，叫三七。对，他是，他是上半身三分长嘛，下半身七分长，所以三七嘛。对啦，以身材来讲，我是他比例非常好，嗯，这。真的啦，
而且杨凡吃亏的是，你是三期倒三期。是是，我七三位。什么叫倒三期？就是讲啊，你是安尼嘛，下半身长，他上半身短，你是安尼。我倒三期，那叫三期大了。倒三期，所以比例好就有机会来塑造自己啊。啊，你刚刚阿辉也越来越水啊。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很奇怪，啊对啊、一个怎么样保养？女孩子应该会慢慢的会凋谢感，你就不会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，你是男的牌子的吗？啊？你有多久掰住 C 平太阳呢？也不是啦，其实平常家啦，保养我感觉最重要，哎、啊，常常敷脸呐、啊。啊，常常敷脸呐、啊。哎呀、啊，就像我们常常一阵子刚刚在化妆。哎、欸，这样物件你也是给我推荐一点，吃、啊、什么物件这里要保持身材，这贺大哥很需要嘿。还有啦，运动很重要。运动有啊，我天天运动啊。那、no, 我感觉你下半身运动没用。啊？我那是复健。已经有水浮球，别讲这种话了，讨厌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进行运动最重要诶，一个人的运动一定爱打。啊，你用普通鞋做什么运动较济？其实我都是滑步机、跑步，跑步，有没有？对对。哦，然后跑路我想跑啊，没有用啊。没有，然后跑步啦，上回的跑路。你是糟了，还不敢要。那有时候会打那个有没有？哦，不行，然后让我们打拳击那种。对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你流很多汗，啊、消耗体力的。对对，然后你就不容易胖。红拍嘛是应该老主持人讲，我嘛是未散了不？哎呦，拍几摆啊？你讲几拍几摆啊？你靠腰啊！所以说，其实还要保持好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多运动。一定要运动。对呀、啊。对。所以姜蕙才会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哦。谢谢。那姜蕙上重要，今日来个咱的节目上主要，就是爱接受咱观众朋友的点歌嘛，最重要。但是我是感觉伊的歌声过侪，要点歹点。啊对，咱今日特别啊，因为咱这是点唱秀嘛，一般都是观众朋友点唱。不过今日吼，我无甲你骗你，咱讲要点唱哦，规个大家拢举手。但是他安尼变哪公平咧？对啊，实在是不公平。所以哦，咱今日无法度做这个点唱的部分。是。我们还有这个外景的也有啦，同类的部分我们请他哦写在写纸条，写纸条，而且姜蕙看多一个好运，那选到多几条歌，那你来唱多几条歌。对，我们棚外的还连接到日本 NHK 啦，这个。哦，要跟我道理。还有韩国 BBS 都有。没有，我们最远知道澎湖而已。哈哈哈哈哈。朋友的话。对啊。来，所以这个是马上说东说来就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是哈、哦，代表性的。我这是装潢的用的啊，内底摆鱼缸啦。啊，即马因为着要点球吼，所以那鱼啊吼，暂时个食去吼。我你来算一下，你用手来更便宜。内底是讲每一个观众朋友所点的歌拢在内底。你歌是甲你着啉的是同一地嘛，对无？无同。无同地。你着啉的是头一地。啊，我要白白白白是同一地。所以你当时讲，红的什么程度？哎，大家小巷大家都很想，朗朗上口的歌。是啊，所以姜蕙的歌实在太多，伊个人红的歌嘛真多，合唱的歌红的嘛真多啊。哦，合唱真的是红蛮多。这个听见我被龙岩以前，我妈妈一个问，啊，今天龙岩是不是有姜蕙的哦？你妈妈出门拢会问这句话哦？不是，因为伊期待姜蕙要来，期待这句啊。伊讲阿明有姜蕙吼，讲嘿啦，卖个点歌啦。啊，我嘛知影讲我安尼点足啰嗦的啦，但是你啊姜蕙讲吼。我祝伊幸福啦！我妈祝伊幸福呢。我听你的。你妈妈有？你真正阿婆呢？我互伊看，互你看。你意思讲，你妈妈有交代你，叫讲希望讲你有法度甲江辉一直斗阵合唱了，对啦。你看伊本人讲的话，为是啊。好，来听看麦子，来来。我想要听贺一涵跟江蕙的合唱。我很喜欢江蕙，江蕙更好听，像 Gail 啊，这都很好听，还有 Jewel 的形象都很赞，对。啊、我很喜欢姜蕙哦，他的歌每首都很好听哦，希望你们常常可以播他的歌。我就就介姜蕙，伊的歌唱得足好听，希望甲姜蕙甲新民合唱一条歌，你我相逢一条歌给我听。啊，这个妈妈呢？这个妈妈。所以讲，我就足不爱让伊整个头、整个头兄弟哦，看起来伊肥肥安尼，看起来是足好。对啊，足高水啊。但是妈妈比你加足水呢。对。嗯我母儿都蛮水的，我妈妈要求就重要。哎呀，但是我妈妈前以前在那钻石点上就开播，就一直在问说姜蕙什么时阵要来。嗯，去年今日淡掉啊，妈妈我希望你甲姜蕙合唱一条。李华雄，李华雄红，李华雄红。结果但是我唔知甲对面杨走哦。你讲的什么西洋骨头味？嘿，妈妈请你唔能听到杨走。应该是会晓啦。我妈妈要唱，我希望你唱一下，你好不？哦，那今晚我要相信啊，这妈妈讲的一定爱，一定爱叫走。不啊，唔通我点啊啦，你点。就麻烦，就啰嗦点在。
妈妈你放心啦，嘿啊，工会要过来可能满你啊，所以你点的绝对要完成你的愿望，嘿。不能，你我上，你不能点四五条，我是讲一条就好了，妈妈谢谢。你不能什么求我会之谜啦，什么梦中的情话，足一条的啊。安尼哦，你都会唱哦。我拢一样啊！伊真正贺大哥对伊，我不想唱，我不想唱，我对不起我妈妈，我妈落去，每个月会抽检的，来来，就是给我听啊！哎呀，你喝一堂嘛，嘛算友好，友好，我友好，我都友好，唱妈妈唱的两下好听啊！你对我唔知干嘛发的？不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嘛？啊，别个唱我，啊，别个唱我咩？哎呀，恁哥是唱我这台机器哦，是因厝连有连线的。是妈妈的愿望，咱替伊唱啊！你我想，咱讲只，我从以前听歌到今嘛，贺大哥今日也是讲，我是我感觉唱歌唱上好一摆。好，干嘛呢？因为这个好像有加持一样啊。因为你甲一个会晓唱歌的人咧唱歌的时阵，你自然迄个感觉都拢出来啊。哦，这有影，这有影。所以主持不是干你一个，有当别人嘛爱唱一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。啊，妈妈，但是这你妈妈无点歌，而且讲你也无什么歌，人家合唱嘛，对不？对啊，但是我为了岗位咧，我头毛电子型，敢袂使唱唱。我你用电的啊？我你想啊？为什么你学行读行钱又会行掉？你当作我假头毛啊？我是知影讲最近吼，咱的收视率吼，一直无法突破二。我过年的时阵啊，拄好咧拜天公迄天。我特别甲天公，我暗时做一个梦，我梦见我啊天公讲，讲天公啊，你嘛保庇讲，阮这个节目我突破二的收视率，结果天公无滴诶，雷公滴诶，雷公讲要突破收视率二，干那一个关，我有一点仔惩罚，我爬起他们的边啊咧，嘿，这个等于就恶心了，咱表示讲要对岗位的这种尊敬，甲对伊的歌声，咱的崇，咱喜欢，我咧我用一条歌。从伊内底歌内底，你拢总出过差不多几百块唱片对无？红的歌嘛几啊百条，我卖选伤济条了，我选24条你的歌名。24条，对，来友好你。24条。24条歌，24效，我来友好。你要唱24条？不是，我时间。24条歌名啦。歌名。24条歌名，我用一条歌我串联在一起。哎呦。表示对你的心意。嗯。好不好？我爱情列车长。Man。我哪里有变？哪里有变啦？我讲安排伤心的酒店来盖住。哦，伤心酒店，嗯，好不好？系，卖心恶心啦，好不好？卖心恶心。别了别了，多。因为这节目这个 sense 蛮高的，你不要弄得很恶心啦。没有。你为掏钱来请我，我留啊感动落去。恁姐多少钱啦？真的是野瓜。系啊。因为无啦，我想后边迄条歌想袂到，我想，我只讲因为爱情列车长，我拍。无啦，不是安尼啦，你想不赢。月娘啊，我咧叫你的名嘛，写晒啊。对呀。哎呀，我在头前我听到就不懂了。月娘啊，我得叫你的名，你就这样。我上辈爱写实一点呀，啊，真正刚回营区啊，真正多期待啊。啊，你母啊多山顶，什么什么的。不啦，啊，多你的戏好啊，你看多啊好了，好啦，多你的戏条光。不过也很棒啦。林俊文的东鬼，但是呢，吴京姐网上朋友我就讲啊，如果说如果啦，将会要跟那个杨凡合唱的话，唯一请不要唱一首叫做《一种感觉》的后。有一块歌，一块歌，咱讲是，咱所有歌里面哦，听来讲个奇怪，一块歌很不搭调，很奇怪的一首歌、啊，很奇怪。咱讲这样系列，当时啊，东这块是前面两个人唱的，是小弟本人我。无啊，我多啦，我多，正经我多啦，这伊该唱，啊无咱袂叫。但是真红嘞，人伫东南亚。是红着你，不红着伊啊。以前我咧出这唱片的时阵。当时一阵找到江蕙，到底来唱一条？江蕙因为唱一条一种感觉，到现在没有怪过郭伟唱片啊，我怎样？我因为海里的关系，不过你在我都专心嘛唱台语歌，对不对？好恶心啊！怎么这样子呢？对啊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当初这条歌一阵的一种感觉，都新马一代啊，蝉联了冠军26周诶。对。26礼拜，26礼拜拢得冠军。对啊，这条关系是向下。小弟不能忘。蛮好甚高啦，虽然刮熟下了扑通，有的时候要加高了，要下。有的时候一点。对啊。啊不呢哈，那这个希望大家小弟们，因为这条歌真正感觉真的太好了，所以查甫。今天要唱吗？查甫的部分。什么？你来个无唱这条？我母我介意听这条歌。你错呀。其实咱换一个形态，我来跟唱嘛是会使啊。我唱得歹听，你搁唱？不会，你唱得很好。因为你现在不会听，我救起来，放救起来嘛。你救袂起来？我边救啊，因为遐久。贺大哥也是，我觉得。对啊，他也是一样，一听一两次就会。我没听过的。
啊，没有听过，因为我他的歌我刚好练到第六首，哎，这首歌第七首，我刚好没练到。这首歌刚好第六首。第六首啦。哎、欸，我讲真的，有一次我为了要跟江蕙合唱去的 idea 这条歌、嗯，我还特别哦拿了这张 CD 哦，我跟我老婆一起对唱，她、嗯、唱女生就唱江蕙这一部分，我唱男生，她就帮我练歌、啊。糟蹋歌的会讲，会糟蹋歌曲呢？不会不会，你老婆会唱吗？唱的当然也不是很好。她唱和音的吧，大概。喂，就是为了要把它唱好，我老婆陪我的唱练的这首歌，啊哦、至少练了大概有三十遍左右。啊，真的、啊、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说天才白痴分别在这里嘛，外公。哪呢了？丢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？真的很讨厌、啊嗯。说的也很正确。好，哎、欸，好。其实江蕙哦，其实歌红已经多了哈、嗯。但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，因为现在都没有秀场。嘿，哇！以前跟江蕙一起做秀，那真的开心了、啊。是一种享受，因为他除了台上非常的让人很喜欢之外，台下的他的自然的那种动作等等呢、啊，大概嘛就尬耶。哎、欸，江蕙的作秀的时阵哦、嗯，其实都有跟上嘛哈。有有有有，我去。你是唯一驻唱的开戏的秀场。对对对，你那时候大概是几岁？我们都知道你要从哪卡戏。对对，其实我是十岁就唱歌啦，然后在秀场那时候大概是八九岁吧，就开始出来唱歌，那时候还是驻唱而已。还是驻唱，那是叫江淑蕙。我一直在开玩笑，杨凡我昂呢。啊丢你吼！真的假的？我一直在我做引导。吼，这瓜子脸。瓜子脸，起码比倒瓜脸呢，瓜子倒过来了。对啊、那个时候秀场真的也让很多艺人哦，因为你在秀场的时候，大家都爱收听啊，嗯，大家互相的努力啊，把每一次的节目都做得很好，所以观众就有福利啊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都被贺大哥做倒了哦。你这都乱讲，不是你做倒，你是忘了，你忘了。不过江蕙呢，他从以前的秀场现在就是说，他虽然说出生在这种南阿行那种很贫苦的一些环境里面，可是他真的红了之后呢？他自己还是很节俭，但是碰到什么艺人啊什么什么义卖啦、乐捐啊绝不软手。哦、oh. ，没有啦，我干嘛这种应该啦？我们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你看看，就是让昂是应该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而且他能够坐上我们这个闽南语歌坛的这个天后的宝座，天后的宝座本来就要以身作则，嗯，而且江蕙做得非常好。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了，没有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啊！每次我看你义卖的或是捐钱的，都捐的蛮多的。对呀、啊，家里流浪狗也很多，养了五只狗啊。哦，对，流浪狗是一堆啦。啊，那无落咧路，我看到一挂迄狗啊，较可怜哦，都甲带去安尼住下住住，先过洗洗，甲送去流浪狗之家。那你对属狗的男人会不会觉得？你属狗吗？你属狗吗？我知道杨凡属狗，你是属狗。他每一次都谎报他的年龄，人家去参加一个那个鉴定团，那个开运鉴定团，他谎报一个年龄，人家只会抖出什么算的准。他是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我说我是属狗47年，他说他是46年制的。我想说，贺大哥什么时候比我大一岁而已？啊，你到底是几年出来？没人知，起码怕死就没讲啊。我两个张彦霖同年制了。是是啊。嗯真的供出来了，谢尔奇，你干嘛？四四也很年轻啊，你才过50大寿而已。我靠呀！哎、欸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真的看不太出来哎。真的吗？你摸清细才细腻。对他，其实他因为他已经把贺大哥哦，老借塔门哦，又有点刘海，其实也是看起来像娃娃脸一样，把一些那个皱纹全部盖掉了。很好啊，真的吗？贺大哥，你不要在乎你的年龄，真的你看不出来。那身材呢？身材保持得很差。欢喜啊！稍瘦一点更好哎、欸。不是啦，这种情调哎，看不下有啦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什么都好，就是要颜色要保养的好。你晒得太黑了。皮肤啦，不是。我觉得化妆师的粉底没有弄好，你应该在。对呀、啊，他弄那个最烂的化妆没有化妆。就是那个颜色要稍微白一点。五条条哦。不是讲我皮肤白，我的皮肤乌皮肤乌。不是啦，你皮肤本来就乌。所以应该给他用，看稍微再白一点点，修背嘛，没有法度了。因为贺大哥就搞老光，伊刚刚他都做完，你刚刚讲的卫生纸，看提几摆，他一擦汗嘛，一擦妆就掉了。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像我们这种不化妆就这么好看啊！你现在没有化妆吗？有啦，不错。不化妆是不化妆呀，我老奇怪了。什么呀、啊？你讲什么话？真的吗？无啦。啊，不会啊。白就错的啦。哎呀、啊，我今日吼江蕙当然是爱来点唱啦吼，加唱几条啊。咱请咱的，我贵人呢，哎，咱你再请咱的一路，因为咱有去拍一个 VCR 嘛。我们还有 VCR。有，我们再来看一段，观众朋友，外面的观众朋友到底喜欢江蕙的什么样的歌曲？来看一下、okay. 来。我是江蕙的歌迷，好、让每次听江蕙的歌哦，让我在工作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，都会顺顺顺哦。我从小想当歌星，所以我喜欢听江蕙的《异界人生》。
异界人生赞、我喜欢听江蕙酒后的心声。我最喜欢江蕙的《Girl》这首歌，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感人。我上班的时候上爱听江蕙歌，回来我身边。江蕙的歌里面，我最喜欢《异界人生》。我就喜欢听那个江蕙的《Girl》，因为他那里面的歌词啊，非常的棒，我很喜欢。哇，隆重 Girl 了。对，是拢总过足侪条歌啦，系啊，系啊，但是咱选一条歌啦，你头讲歌谣这条歌嘛足好听的。这条歌是我听过，唯一唱得好听就是伊尔。唯一吼，连主连主笔的那位什么什么做歌的人，你唱嘛无伊好听。我正经正经有正经的味道啦。无啦，伊要来个来比啦，正经你唱好听啦，正经的啦。拢好听，拢好听。拢好听啦吼，因为歌嘛好听，但岗位咧唱当然是上好听。音才太高了。我听下新歌吼，然后你拢去给我陪啊。唯一好听嘛。真正怎麼那么会唱，真奇怪啊！我来听到种歌谣，这个歌词，我是讲，敢无想要做人的歌谣吼？好像我觉得等缘分啊。缘分啊，吼。对 对, 對、欸。我嘛是等缘分啊，嗯。哦，你等你的人，等人的，跟你拢无相关。对，我是讲我根本就是等人。我这人生真歹讲啊。啊，安尼，哎呦，对不？你好有机会哦。嘛唔是讲机会啦，就是说，有时候真的人生真的很难讲、啊。真的，有时候。对真的，我当下在荒岛上碰到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有当年轻时真正爱结婚啦。对对。啊，贺大哥其实也好啊，认真打拼吼，啊，但起码你已经做认真了，冇机会啊。起码应该是改革初心啊。我拢改，用心做糖。我先看了妈妈先外恶心呕吐那样的习惯。对，完全不赌钱。对的，一个男人只要不赌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最好不要了。很久都没有赌了，嗨，只有过年这段时候赌得很凶哎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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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年没有关系啦。不过吼，你看那 演艺界，其实演艺界男歌手啊，还是一些主持人啊，都很喜欢你。但他圈外的一些歌迷，很多男生也很爱你哦。那就包括我们的制作人阿高，哇，对你的歌曲特别的钟爱。真的，不会是不怪讲，今日讲叫我一定要唱足侪足侪足侪。对哦。我制作人阿高几百个也来啦。阿高因头家王军嘛就介你。啊，真的耶！正经的啊，每个人对你的歌曲都很喜欢。东森的这个吼，这个头家王董嘛，就介你哦。真的吗？正经的啊！哦，谢谢谢谢。最恐怖是连乐队老师都爱你，哎、真的。哎，讲到王董了，讲乐队了，他就奇怪，你怎这么那个味？对啦，这里他较笨呢，那广告也搞你呢。谢谢谢谢。大家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你常常上那个大哥大那个节目吼，飞哥也爱你，然后费玉清也爱你啊，你吼。哎，这两位兄弟拢爱你，是变安怎才好？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好朋友啦，应该。所以记得在那个除夕哈，他们提到两个都跟你一起见面哈，大家抢你抢的要死。我觉得那个是在做节目吧。啊、对的对的。你觉得你很了解他们兄弟？对，夹在一起。这么虚伪。不，喜欢你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这是以朋友的那种立场喜欢的哦。那其实能够跟那个飞哥啦，或是跟。这个费玉清啊，能够一起做朋友啊，哇，那人生是一种乐趣、啊。其实是蛮好玩的，好好玩、啊。你两个兄弟也是就够人玩的，讲话拢就够人玩。可是我们不要太当真，因为你当真之后，你有一天觉得他很冷淡，你会受不了，会这样子，他们会这样子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大概不知道，没来的。我跟杨凡以前我们跟他很好嘛，啊对。突然间有一天我们找他，他不理我们，有没有？就奇怪他呀呢？为什么？他就是很奇怪，有的时候很冷淡，有时候很热络，会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每次找那个费玉清，费玉清都不理我们。因为我们一直逼他来上节目，对嘛？所以他才会婷婷，你有空来上上节目、啊。这个节目很好玩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不会欺负你的，又很好玩。我今晚你再来，你要来，真的很好玩。对，啊，你今晚怕新瓜爱来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婷婷一定要来，你要来的话才会好，懂不懂？对呀、啊，阿牛你来不来我们无所谓了，这个反正飞哥我们不敢要求了，因为他来的话，可能我们两个不见了。因为歌红的太多嘛，什么酒后的心声啦，还有很多条歌都还没唱呢。所以说这款歌要留在后集。哦，就是你后集的什么时候要来哦？下来讲一个是明年还是后年？今年就来啊。今年啊，即嘛今年头啊，对不？对啊，今年尾。今年尾我出去就过来。各位好朋友，咱今年呢一定赶快过来一遍，安尼好唔好？你安尼讲哦，这无这这组人啊是咧头家讲哦，啊不如规矩简单岗位来的时，咱那个重新再来录。我感觉岗位哦，那我感觉岗位其实哦，歌也唱足济个，那其实艺人上重要，最后。一定要开个人的演唱会，这才是算是有一个完美的感觉嘛。我觉得我刚刚用某秀场料，某工地秀，不要你说在利用某虚构里面去演唱会。我就演唱会，等我有一天要退休的时阵，我才会考虑耶。要退休才要做，你要顾嘞啊，靠腰啊，丢啊。
欸，你的歌你千万唔当倒呢。对啊，大家拢爱听，会感觉真艰苦啊。所以讲，其实吼，姜蕙是要求自己要求的比较完美一点点。我比较会要求自己啦，所以本来说我本来。本来今日是袂当来上通告，因为感冒嘛，阿皮音出动的，本来是无法多通来呢。对啊。但是我为着，我来吼，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希望。我还是抱病要来嘛，是为着妈妈哈。对。所以讲哦，你啊今日真正无法多来吼，爱住病院内底，阮嘛是规个 NG， 规个。咩病？感冒不要紧张啦。所以咱今日一定要讲为这个歌好拍。哎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喝，这是讲为喝一行东西哈。新的啦，新的。你看嘛，你看翕相翕到偌水，你看嘛。对啊。你看咱观众，比如大家拢摕了一个海报，你看嘛。哎。江辉爱掉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这台边的歌呢，没有歌迷大惊喜哈，你看嘛呀。哇，多谢多谢。有人欣赏歌，哦，这是歌词啦哈。本来歌来听哦。这个歌呢，伊家己来做制作人。对，我可以。这叫厉害，外公。怎么会去想要当制作人呢？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也蛮了解自己的。嗯。对，那。酸瓜干嘛可以算？酸瓜都可以算啊。酸瓜可以算。嘿，你。你这世人，我感觉你上缘投这时阵，嘿。哎，继续个听下。不过他也蛮牺牲的。不会啦，贺大哥哦，很帮忙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呀。嘿。啊，这边都要跟我讲说为什么来当制作人？哦、因为你刚刚说目前哦，有时候还是要走往幕后走，嗯，而且幕后哦，你自己参与的话，其实蛮好玩的。你在干嘛？赶快给他送上，你给我送上。你好恶心的，你这个是哪里？你欣赏他，你不要这样亲嘛。你刚刚拿那个欧力上已经亲过很多次了，你又亲。我等你上上阿布了，嘿。哦，丢了丢了。啊，提住新的啦！我阿母讲，那鼻那怪怪的。哎，家己惊了，我见。对啊，家己惊听袂出来。所以讲，我这条这条唱唱片啊，你主要都是自己制作，也自己选歌，也希望给观众朋友一些新的感觉的，对吧？对，嗯哼。那也提到说，金曲奖其实好像从此都暂时都不再去参加，是吧？其实我金曲奖的话，我是个人的，哎，女演唱人我不报名，但是就是说我制作的，对，希望能够入围，制作人跟最佳专辑奖，当然。这个也是要看看评审呐、啊，对对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哎，希望谢谢。那对自己的一种另外一种肯定了、啊。对对对。所以姜蕙其实出了新专辑，那接下来如果专辑宣传完了以后，嗯、接下来要做，马上又开始收歌了、哦。又收歌了。因为我的收歌期很长，大概要八个月。嗯哦、oh, ，所以这个时候又要当自己是当制作人，对，各样收一挂后天。对，我录音可能都差不多十天了好啊，但是收歌要收七个月至八个月。哎呦，还在这样宣传期，对 对, 對，又刚刚选择在过年这段时间来出来做宣传，这最困难的，辛苦哎。哎，过年是剩短位嘛，很多歌星都出片子，他在这个时候出片子，很多个你放心，大家都知道刚会过年要出唱片，大家想个无落去。哈？哦，哎，安尼啊。因为不是大家拢存钱去买唱片啊？不是，我是讲另外一挂歌星啊，因为都过年同行的都收起来，大家尽量会闪避啊，对啊。不会啦，其实人客啊，人其他有一挂台语歌手嘛，拢唱到真好。你除了买我的嘛，还买别人的。你看我买的，所以讲我妈妈，我妈妈对印象好多是安尼，跟那家的新妇同款，我讲。谢谢，谢谢。就跟他讲的，就不等。我妈妈陈妈妈个动作一查某囝，陈妈妈是真有动作查某囝。你是得到人财产，有人还袂见笑。我歌真正好听啊，大家给拍，真的要多帮忙了。谢谢谢谢。因为闽南语歌坛来讲，咱那第一歌，我刚刚有当口秀的时候在讲，真的这四十几年来吼，台语的那个文化一直没有特别的这种往前走的空间。对。比如咱起码台北有一个大楼叫101。嗯哼。那当初这个。即、这个，比如咱要写这条歌的歌词，写一零一的副歌，咱的歌词内底嘛是讲一零一啊，哦，咱就无得讲一空一。哦，对啦。对，所以有一挂足侪哦，很多那种意境没办法写得更好，是因为即卖环境规个东西。环境在变、啊。对对对。对。人家感冒嘛，唔加辛苦啦。啊，不然你说提药一剂啊？无啦。我给咱三个，差不多都好。泡茶开讲哦。差不多都好，差不多都好啦。